乡村节啊，一直有啊，从一就到后边都有。那个说的是锦州话，是哪儿的话呀、啊？锦州的吗？哎，对，谁给我讲了一个笑话？锦州有一位这个犯点错误拘留了，临放出来的时候说：“这个你自个儿说说，出去之后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啊！”说完就可以走了。看警察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啊！你快回去，又给留下了。不是、啊，他是跟警察，我洗心革面呢，啊，我重新做人了。啊，是这么个笑话。对，这个锦州人真这样说话是吗？他这个每个地方都有他很好听的方言啊，他是爱往上拐啊，每一句话都是直的，就是你到家来了，他问你啥时候来的呀？啊，就是都是就是听着就像，那你啥时候走啊？就像要撵人似的，但是他是热情。